这是什么红宝芹？凤梨。凤梨，这个凤梨可以吃吗？不行。为什么不行吃？因为它还没变成黄色的。哦，要变成黄色才可以吃哦。凤梨，所以它是凤梨宝宝啊。对。好多凤梨宝宝。它还没长很大。弟弟，我问你，这个可以吃吗？不可以。为什么不行吃？变黄色哦，你也知道哦。什么？变黄色才会甜。而且它还没变大，对不对？对。变大了才可以吃。对。但是小小的都不吃又不甜，对不对？对，只能酸酸的。好。妈妈，可是我上次在学，我小时候在学校吃凤梨嘛，然后呢吃了，然后舌头好酸哦。很酸哦，吃太多了。就是小小的，就是你吃到酸的凤梨，对不对？